您所抽到的是第九签上级诗文是望渠消息向长安，常把菱花仔细看，见说文书将入境，今朝喜色上眉端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望渠消息向长安，眼里看着长安城渠道所流下来的流水，心中期盼能顺着水流捎来一些好消息。第二句常把菱花仔细看，在等待的期间时常将华丽贵气的菱花镜拿在手上反复地把玩着。第三句见说文书将入境，有人说从京城传来新的一批公文书信已经快要抵达了。第四句今朝喜色上眉端，今天一大早难掩脸上的喜悦神情全都情不自禁地显现在眉头上。Thank you.